第三十二题，暗箱可能面临的问题，下列何者错误？前一题已经知道，暗箱就是针孔成像，所以它的情况都跟针孔成像一样。针孔成像的孔如果开得小，影像会清晰，但是呢，进来的光少，所以光度会变得很小，会很暗淡，所以选项 A 说开孔太小，光线太暗是对的。针孔成像孔若开得大，光度会够，但是影像就会模糊，所以选项 B 说开孔太大，影像模糊也是对的。我们晓得针孔成像所成的像是一个倒立的像，上下颠倒，左右相反，所以选项 C 说图与户外景色是上下颠倒，左右相反也是对的。那么针孔成像就是映照外面的景物，外面的景物是彩色的，那么出来的像也是彩色的，外面的景物是黑白的，出来的景物像呢也是黑白的，所以选项 C 说在墙上的像是黑白的，影像是错的，它可以是彩色的像。所以第三十二问题问暗箱可能面临问题，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在墙上的像是黑白的影像。